中威的会长吉祥，中威的同修同学，大家吉祥，请问听到看到吗？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学那个，就那个 PPT 里面的那个第二个作业。首先我前面有几位师兄是吧？他说。以后交视频，然后顺便带他看里面你们做那个作业有哪方面好看，然后帮你们就是这样你们怎么能看出来里面那个视频它好看哪里在哪里好看哪里不好看，然后这是关于作业的，只要你们做作业发给我，我才知道你们已经做过什么，然后你们用什么方法来做，我才用在里面那个作业，然后才能把它输出来。如果没有作业，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什么不会什么。好，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视频是吧？现在我教就是我会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说那个为做视频，它有上一期有6个规则是吧？规律规则就是我自己，好多年做那个视频，然后我也学习也很多，然后我总结出来，如果这样做的，我视频做出来会有保证，让别人看到觉得很舒服，让别人看到很欢喜，所以我用我的那个规则，然后在我做视频的时候，我也这样做的。如果我的规则对你们来说是有用的。然后能帮助你们做那个视频好看，改善你们做那个视频，也可以用我那个规则来做。可是那个规则我也不会，就是不会要求你们跟我一样做，只要你觉得有用的你就做。然后如果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我现在，我说的有时候我表达不太清楚，然后有哪方面我说不好。要也是请你们多多包容啊，因为毕竟我的表达方式学那个语言啊不是太好，然后那个所以我做视频我自己总结是它有味的，只要你按它来做，你一定就把它做成好看的。可是如果你也是跟我，你用我的规律，然后你跟我说你上课你这样教我，可是你没有这样做。我只能说，就每一个东西是吧，它都有自己它的威力。只要你找到它，你发现那个东西的那个你要做的那个东西，它有威力。只要你发现它，然后你能运用它的，你一定做成好看的。然后不管什么事情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自己的威力。如果你说啊，这个威力一定是这样，然后你拿那个威力，然后你把它放在其他的那个格式或者那个什么地方的，那就是不对的。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就是每一个事情我们做的或者每个东西的。它都有它自己的威力，只要找到它，你一定做成你需要的那个东西。所以以后，我教你们的就是我自己总结来的那个有视频做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只要每一步你保证你都做好了，最后你做出来那个视频一定是好看的。因为不是那时候我们做是吧？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感觉了，那时候是我们有什么？意思在里面，有思想在里面。然后你跟我说，我做的到时候我都凭感觉来做，只求你学会了。那时候你不会凭感觉，你说这个好我会用，这个不好我不会用。那时候你就你知道他有他的那个规则，这样你做呢，你能做好看，你会安排做出来一定好看。所以那个我教你们的，因为我上课我要把我会的东西教给你们，可是你们觉得是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用；如果没觉得也是可以。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能做好，你也是可以的。反正，作业然后里面种种的上课的都随你们。反正我只上课，因为我上课我要这是有
就是有责任了，我要把我会的教会。然后，如果你们想学就学，不想学也是随个人的欢喜，这样可以吗？要不然以后你跟我说我这样教，然后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做的？因为每一个东西它有都它的自己规则，你不能拿这个规则你把它放在其他的，那就不符合，可以吗？要不然以后你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学。然后上周这次我们学到那个，可是那个什么，那个建筑是吧？我们继续学的第二个效果就是放数。我先给你们看，因为现在我就是我们怎么能把它看出来好看不好看？因为我们现在做都有那个作业是吧？都有那个模板，我们先看它怎么做出来，然后在里面你再看一遍，然后你看它里面它有什么跟你做的哪里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要说啊，怎么我能看出来它好看啊？然后好看在哪里？所以首先我们要做就是什么？要会看那个作业，它有什么在里面？会看好了，然后你才这样，你才去模仿。如果你看一个作业，你觉得它不好看，那你有没有继续模仿它去学习嘛？如果你看连你自己你都觉得不好看了，那你绝对不会去模仿他们做的，是吧？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就是我做的时候我也是做细节。我看的时候，我也看细节。我看他们那个细节里面，他做到什么，他用什么，然后我一步步来，我推，然后我用他们我来做。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个那个放书是吧？看一下那个作业。花言轻中多喧说，善知识啊最根本。我想问一下，到这里，我想问一下，第一步你们看到什么？做过几位师兄师傅做作业的，第一步你看到什么？能说出来吗？首先你看到什么？什么黑屏啊？我放那个视频啊。对，翻译很真实是吧？好，还有呢？首先你看到什么形状是吧？现在我们就放书是吧？那首先你看到什么？现在我因为你跟我说，我想知道我想看啊哪里好看不好看？那首先我们要学什么？学会看是吧？好书，然后那本书你可以。如果跟你生活里面是吧，那个现实，它有没有跟那本书一模一样吗？如果你打开那本书之后，它会不会这样？是吧？好的，然后第二你看到什么？那本书有点拉的距离。好，然后第二还看到什么？感觉很好，好，还有什么？现在我们不要看，我们感觉看里面的内容，你知道吧？因为如果你一直用感觉看的，你不会看出来。现在，比如那个本书，你把那本书放在你眼前，是吧？你看一下那个本书它有什么？它那个什么那个形状是吧？是不是跟你们的生活里面那个书一模一样那个形状？嗯，好好好的好的好的，还有呢？还有吗？看出了问题吗？对，没对齐，好。还有呢？什么是好？还有呢？继续看啊，还有什么最重要的？首先你看到什么最重要的？我做那个规则，第一个规则是什么？颜色，对了，
首先我们看到是什么颜色，是吧？对啊，颜色不一样，然后那个字体不一样，然后首先你看到什么颜色？啊，绿豆瓣，好，绿的黄色是吧？黄，是的，好，就是第一步，我们看到什么？第一，如果种那个树是吧？反正我们种那个视频，就是跟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某一种东西或者某一个，比如说那个人，他有感，他人是有感，感情感觉是吧？如果你做到那个人，他有感觉，那。我们做，如果现在做那个视频里面，需要把那个什么人的感觉发出来。那你看出来那感觉，那个什么情绪，它是什么？对你的生活里面，它有没有接近？然后第二个，如果那本书，如果你看那本书，跟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它有没有一样的那个格式？然后第二，然后我首先我们看到什么颜色？为什么这样调那个颜色出来，是吧？到现在你看看好那个作业了是吧？因为首先我们要会看，如果你睡前你看出来，你会把它做出来。哦，我说很快吗？好的好的，我说话很快吗？好的好的，别紧张，我紧张吗？好，我说慢一点。好，然后现在如果你看好那个视频是吧？然后现在我给你看，有吗？我是太担心我的中文了。好，然后现在我给你看这个。你们继续看。你看到什么？这个作业，这个刚才作业你看到什么？你没看到什么？我再放一遍吧，给你看清楚一下。花颜轻中多悬殊。知识啊，最根本。好，你们看到什么？距离太大，好，然后呢？看这一页没有死亡，哦，还我还没播放完，可是后面是有的。然后呢？还看到什么？最主要的。对齐，好，继续，好好，继续，继续，看到什么呢？都看不出来了吗？好，然后我再给你，我看不出来问题，好的，好。如果看不出来问题，那再看那个第一的那个作业吧。花颜轻中多好，悬。就是你对照一下。现在你看到两个有哪里区别了吗？好，继续。字体好，继续去编辑。好，继续颜色好，你好，继续好，继续。这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说的不是重点。好，继续。现在我说那个重点，你看到吗？这个视频。它很什么？我再把它缩小。你们看到吗？上下左右，它出来是什么？没有白色，看到？因为它是变成整个视频，看到吗？它是变成整个视频，可是你看的这个，你看到吗？这个缩可是你看到吗？外面它什么？有白色，是吧？这是才我们要看的，不是看里面它怎样怎么样的。
对，我知道你说那个边框了，可是你没说到那个外面的，它跟那个视频有什么区别？如果你知道啊，里面你说你只要跟我说外面这个视频的，它有白色，可是我给你看的视频是吧？它是完成，它变成什么？完成一个什么就是一体的。我知道，现在我们只说那个里面的需要看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因为个人做是吧，很多很多种，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做什么。可是现在看本质它是什么，先看它，可以吗？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只是我把里面做的那一部分出来。现在我们学就是简单视频，不是把很多复杂的视频放在里面。对呀、啊，喜欢就是这是一本书，对吧？如果这个人你看出来，就是它是什么？它是一本书，是吧？是跟我们的那个生活里面，它就是一本书。可是如果你看这个，它变成什么？它变成外面有一点东西出来是多余了，然后把里面那个里面是吧？是在结束，这样排版也可以是吧？哦，好，就可以，可以的。我先不说里面的那个东西，我就先给你们看就是外表。首先，我们做什么都要注意，就是什么外边的形状的。至少我们做那个本书，它一定跟我们生活里面是一样的那个本书，这是问题。对呀，对呀，你知道了吧？因为你现在你说出来啊，它就是一本书，那是正确了。因为我们生活里面也是这样看书，是吧？书它打开，然后看的时候，如果我们放在什么一个桌子上，我们看那本书清清楚楚，它就是一本书，是吧？所以首先看去外面它的，因为现在我做那个很简单的视频，我只把那个图放进去，然后把里面字体自己写字，然后做什么，做动画。就是结束了，我没，因为后面你们看一下这个，如果那争什么，争巫师是吧？他说他喜欢这种，反正每个人喜欢是不一样，可是我会按每个人喜欢做出来的，你们想看的那个东西，比如这个第三个作业是吧？比如这个，你看到吗？就是你喜欢的类型是吧？外面的。空间的都有，反正我们要设计的，因为每个人喜欢那性格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说他是在那个第三的作业都会交到的。所以首先，因为我们学简单那个视频是吧？那如果在简单视频里也不把里面那个细节你把它做好。那最复杂的你怎么做呢？然后在作业里面我都说，那个作业以后我们都用到的，就是现在只是一个形状一个模板而已。然后我以后是吧，我们还用它做在其他的视频里面，我给你们看。一个房间吧，没看到吗？它会变成这样。眼睛中多悬殊。如果开始，我跟你说，如果开始你就这样，你既然这样是吧？你看外面它有白色了，你怎么把它放在那个这里那个什么电视里面的那个背景？如果现在你说为什么我是一下子这样做的？如果我现在这样做是吧？你看这里那个字体是吧？字体它会变少、变小啊、变小的。然后你看里面这么多东西是吧？如果我这样做的，你看到吗？我的字体虽然它缩小了，可是它还是那么大，让你们看到清清楚楚的，就可以吗？所以即使每个视频，我们要设计的，要考虑别人他看那个视频有什么感觉，
是吧？所以我这虽然这么多那个什么背景里面，可是我还是想你们看到什么？看到里面有那个经典一句是吧？所以我想你们看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树，我不能在其他的那个用外面的那个背景，我把它缩小。如果再缩小两只缩小那个树，它一定把那个里面的看的那个字体会缩小。然后我想问你们，如果这里你已经把那个什么电视是吧，你放这么大这里，那字体你看不清楚，那它有用吗？是吧？所以我跟你们说了，每一个视频就是最以后都会有什么作用的。可是我也们给你们看那个作业，我给的，可是好像我收到那个作业，没有人是吧，能说出来。跟那个我给你们那个什么，那个作业是吧？至少是就像是吧，因为我不要求你们跟我做一样，可是至少你看格式，你能做出来是跟我一样的那格式，可以吗？然后你看这个，你看如果这个这么小了，然后再放了，那里面怎么放呢？把里面那个字体都把它缩小了，可以吗？然后你看。还有，比如这个吧，比如这个，你看这个，它虽然也是作为一个什么一本书，可是你看到吗？我眼上睛下左中右没有对多齐，雪没错吧？然后现在它看起来不是一本书，是吧？山，虽然也是是树，可是看起来不是一本书，它不完整，因为它上面你看一下，上面那个树它有什么了？被人。我好像成就少一块了，对吧？树这个问上题看出来大吗？影。然后所以里面，然后还有个问题，还有这个，因为那个 PPT 里面其实它有很多那个效果。比如这个视频吧，看一下。花眼睛中好，我想问多你吧，悬殊，它用什么颜色？然后你们做的时候，你们自己开始，你们选什么颜色？橘色是吧？好，第一眼，如果你没看我，然后你自己做，你跟我说你选那个什么效果，你选什么颜色？第一个呢，紫莲是吧？你开始也是选那个什么橘色，还有呢，哪位是选橘色呢？就是那个效果。现在说那个颜色是吧？首先我说到那个橘色，对呀，就是很刺眼，我知道。我说好橘色，是的，橘色。还有谁选橘色呢？那个在作业里面谁选呢？这个是一个魏师傅，还有你都不记得你做选什么颜色了吧？看一下这个，这个看一下，花眼睛中这多。个也是选橘色，看到吗？我知道，后来你才敢开始，你也是选橘色。然后现在我是吧？然后现在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选，什么？我选黄色、金色，我不选橘色，因为如果你们用那个效果是吧？你选它，这里面它什么？它默认，它自动，它会选什么？橘色，橘色什么？大部分它会用橘色，对。默认就是橘色，然后那个紫莲是说他做，然后他看，哎，好像我做这个视频好像不是橘色，哦，他说对呀，好的，就是所以我们才学是吧？如果开始我们都凭我们感觉做，哎，他是橘色那是可以了，我不改他也是可以，反正我做出来作业有就是可以是吧？可是如果现在说的，为什么我选？金色我不选橘色，橘色，比如这个你看到吗？如果整体来说的话，
感知是啊最感那个黄色是吧，金色是吧，它更符合。然后现在我们做是什么，我们做那个格式是吧，我们做那个格式什么，我们用来写那个经典是吧，经典说什么是法宝是吧，如果宝的话会有什么颜色，它会有金色黄色是吧，如果我们那个、我们写字体它就是那个很尊贵的那个什么经典，它是法宝了，对呀、啊，如果用这它，然后你再配那个什么金色的黄色的，可以感觉是什么，是很恭敬，很尊重，就是对那个经典有很大的那个什么恭敬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每种颜色其实它都有它自己是什么表达的那个跟它符合的那个颜色，可以吗？所以如果现在你把一本书也是做一个视频，然后你拿一个本书它用黄色来做一样做就是经典是吧，然后如果你拿一个视频你看个视频它是黄色的字体，因为现在只出那个本书然后里面只有字体是吧，如果字体的话然后它也是经典，我们配什么颜色最好看，就是金色黄色可以吗，如果呢在那个黄色里面如果更好就是金色，因为那个什么金那个黄色它有很多那个很多种，就是如果你选最好就是金色。然后现在你把那个视频一个是也一样是写素啊，写金素的，然后一个是黄色，一个是橘色，你看哪个更对于你来说是更好看？对呀、啊，是黄色是吧？所以其实我们租的每一个都是有规则，可是以前我们都凭我们感觉来做，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它哪里好看。如果现在我说，如果现在你选橘色，那个橘色是吧，橘色它跟紫色都是很接近的，所以它们三个什么紫色、橘色、黄色，它都是什么颜色，它都是有利的颜色。可是如果你选黄色橘色的，你看久的你的感觉是什么？是觉得是很热的感觉出来，紫色是吧？如果因为它那个橘色跟紫色两个是挨在一起嘛，如果你看久，比如现在你做那个视频，它只是用那个字体，然后用颜色的，然后跟我一样这个格式是吧？这个。可是如果你一直看那个视频，然后它一直里面它用那个橘色，你看久了你会有感觉什么是很热的，你看不下去的，因为它本来是跟紫色是挨在一起的，对呀、啊，所以我们做的避免出去就选那个颜色，虽然它是很有利的，可是有利你要会配它，比如我给你看这个吧。你看到吗？它也是用橘色，你看到吗？因为它有绿的颜色，它在里面它会有一种颜色，让整个视频或者整个图变成有活力。一定它选一种颜色是有绿的，所以你看到吗？虽然它做的很简单，可是你看怎么看都觉得很美的，是吧？然后你看他们设计的那个衣服，你看到吗？用橘色来设计的。因为它要，如果里面什么是很单调，其实就很单调的，里面没有一种颜色是有活力的，它会变成那个视频什么变成死了，对吗？然后，如果现在你对颜色没有那么了解，是吧？我可以再给你那个网站，你可以这里可以去学它，各种各样的配色，然后各种各样的它们的规则。然后你去看，你看多，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最好看、最精美的，他们都不会用这种很热的颜色来调它的视频，或者调它里面的那个东西。比如，如果他们对于那个设计房间是吧，我们的房间租的房间，
它更不会用这种很热的来调，可以吗？如果你对颜色没有很就是没有就没有学过吧，这样吧，然后没有去很大的心力去研究它，去我这个那个网站这里要什么要申请账号就能看的，反正这里都是免费的。你看看他们，你看起你才有什么感觉？因为现在你说啊，你都凭感觉，可是你那感觉没说到啊，没说出来，它会带来你什么？你说那个感觉这样，可是感觉没有啊，不能帮你做那个视频更好看，只能我们学他们那个什么规则做，我们才做好看的，可以吗？如果颜色，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把握也没有什么那么大的那了解，去学颜色吧。因为你看到吗？现在我们做视频也是做视频，看吧，它也是字体。好的，好的，那个字体你看到吗？字体它也是用你颜色，只要你用一个字体能把里面那个东西是吧，能表达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能看出来很多很多的那个什么，就是里面那个什么规则出来。是吧？只是一种颜色，那我发给你这个。好像我觉得那个这个网，以前正念师兄他教的时候，教周报的时候，他都好像跟你们介绍过了，是吧？应该是。可以了吗？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看细节，做的时候也是做细节。比如现在做那个本书了。如果本书要一样做出来，什么要跟那个我们生活里面、现实里面那个本书要至少看出来是一本书，不要把它看成什么，好像不是一本书了，可以吗？所以你们看你们自己那个作业，我说那个这个作业，这个因为这个作业很简单，就是把那个图片把它放进来，然后用字体把它粘贴，然后选那个效果。可是，在效果里面那个 PPT 是吧？那个效果太多那个什么问题，也是选效果，可是那个效果太多的那问题。看到吗？啊，继续看，比如这个吧，这个你看到吗？如果我知道你们都会 PPT 里面那个动画，至少你们都会，多多少少都会了。如果我用这个那个什么动画效果用来做我的那个作业。那你们跟你们一样的是一啊，你们会的，是一样是吧？那你们能学到什么？所以我选那个视频是选了个什么？里面它有什么？它有字体，然后它怎么变颜色？也是 PPT 里面一种动画是吧？如果你看细节啊，你看啊，我这样做，我虽然我没有要求你们跟我一样做那个作业，至少你能做出来就是。效果跟我一样，因为我们要学每一个软件，它都有它的那个效果，是吧？动画效果，所以每一个软件我们都要学它，因为有它才能把我们的那个视频做成什么才好看。比如现在我们做菜是吧？它是最后那个调料的最后的那个，因为如果你调好的，你视频变成好看；你调不好，整个你那什么那道菜已经变成。没办法吃下去了，因为那个什么效果，每一个软件间都会有那个效果，可是你选不对的，不符合的，最后你做出来也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字体？应该是这什么？他们选的是什么华中那个效果那个字体，知道吗？好。所以，如果你这样做。那我跟你们说，我的作业是吧，让你们能找到那个效果，就是它有变颜色，是吧？然后跟里面那个什么，那个他们唱歌的，如果这个他唱歌他结束，你们字体也是结束的，那是正确，是吧？可是如果你这样做，跟你平常那个。就是差不多没有区别的，然后如果你这样说，你也没有学到新的那个效果。对啊，因为他选那个字体不对，你看到吗？这是简体，所以那个标点符号都不会放中间了。现在你们学过一遍是吧？你们都看出来啊，哪里有问题是吧？
然后你看那个格式，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我说一个问题吧，如果现在你选那个繁体字了，繁体是吧？如果繁体它标点符号都会放中间的，你看任何一个格式都是一样。如果你选繁体，要按它的那个里面那个位置来做，才符合它的。如果现在你选那个繁体了，然后标点符号不放中间，也是不对的。然后如果里面你已经选繁体了，然后里面还有简体在里面，更说明什么？你不会使用那两种字体。就是反正现在是要上课嘛，我要把里面最基本的那个规则跟你们说，要不然啊，以后你们做了，如果那个问题一直放的，不管你去看哪个网站是吧？如果就是台湾的，如果他们用繁体，你看你能找到里面一个简体吗？没有，然后你再看。里面它那个标点符号有没有放这种没有，它会放中间，看到吗？因为它就是它明明是两种是简体繁体，是两个字体不一样是吧？然后他们两个字体用在其他的那个格式也是不一样的，可以不？哦，然后看到吗？这里我也选颜色了，我放大一点。啊，这个是什么？这面让你看，至少这里现在你看到吗？那本书它里面啊，那个还没做好，因为你看这本书，你好像是被人什么，这里有什么漏洞，这里是吧？不好看，因为这个你要处理，不能把那个不好看的，对呀、啊，不好看的把它给人看了。我知道你们是用什么原图，可是我跟你说，我也是用原图，你看到吗？我再播放一下，我也是用原图啊，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用原图我这样，因为你没真正把它当回事，你啊，我要好好做它，我要好好用心对待它这种。那、啊、你看到吗？我这个如果找的话，我是跟你们一样，可是我能把它找出来，你看到吗？对呀、啊，反正你一样的找。可是我用很多时间我去找，不是我看到哎，这个可以我用了，我不会这样，因为反正我们能选择是吧？反正他们都给我们就是什么是免费了，给我们能选择，为什么你不能把它选成好看呢？是吧？如果你选不出来好看，就是你没有用心这样。因为如果你真的用心，每一点一滴你都把那里面细节做好。所以我跟你们简简单单一个视频，如果把里面细节说出来，你看到我们犯这么多问题，所以你怎么把那个视频变成好看？不可能，因为看也是看细节，做也是做细节，可是每一步你都没有把它变成什么，就成好圆满的。每一个细节你都没有把它把握，那你怎么能把它做成好看呢？是吧？所以这样也能看出来，我们能做那个视频到什么程度，就是用心的问题。我反正跟你们一样，网站我也是给了，我也是找了个书出来，我从头到尾我看，然后我去找很多很多我下载，然后里面再下载里面，我再继续把它什么，把它挑出来，我需要什么。对呀、啊，这个我处理过了。这个是属于第三个那个作业，可以吗？第三，因为我们要把那个里面它只是一张图，可是我们要怎么把它做成我们是什么？更真实，就是那个正面师兄他说第一个他说是什么？很真实是吧？看起来是很真实，那个图它变成有活了，它活了，不是它只是一张图，就是你成功，已经你做成。有什么有审美在里面了，要不然你只下载，你看所有视频啊，所有作业都只是什么把那个啊也啊把那个什么下载，然后做，然后没有处理，你看到吗？这个连外面的，这部分看大一下，看到吗？
连外面，你看这个，他也是跟我一样找到，是怎么看到吗？他也是找到那个图，你看到吗？可是你看他做的时候，上下左右都有白色出来的。对呀、啊，你看到吗？做能找一样，可是你不会处理那个图，它也是没有达到好看的那个效果。对呀、啊，那个这个是正面啊，什么金邓是送他找的。对呀、啊，你看视频以后啊，因为现在那个仅仅是说他正在教，他开始教那个 PS 吧，PS 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学，因为现在我们要做视频，我们要会处理图片。你看 PVD 学好这个，会学到图形、图片，然后怎么处理是 PS。那个 PPT 能处理图片，然后 PS 也是能处理图片，只要你都会，以后你做任何那个什么，关于那个什么图片，你都成处理好好看的。嗯，所以如果也仅仅是说他有 JLPN，如果你们真正的想把那个视频做好看，那好好学 PS 吧，要不然以后连自己的最简单就是处理图片，比如我下载的里面有东西的，我就会把它删除。然后我里面我能处理最简单的那个效果也是可以。如果连这个你也不会，那你怎么做视频呢？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可以了吗？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到吗，做一个视频，如果只是做。不管它好不好看，只要我做就可以。那随便你们怎么做都可以。有规则还是没有规则？按什么里面的那个细节做还是没有？就是可以。可是如果你想真正把那个视频最简单的，你也不把它什么规则做好，细节也没有了都做好，那你怎么能把它做得好看，是吧？所以开始，因为你们都跟我说要学怎么把它变成好看，我先把里面一点一滴那个细节跟你们说，是吧？然后你说现在我不会看它怎么好看，那刚才你看到是吧？我也是一点点问你们了，然后一点点跟你们说，你看哪里好看，哪里不好看，然后你能不能把它看成那个什么很基本的那个什么基本那个问题。如果你能看出来，以后你做的时候，你会避免这些问题，你就整好看了，是吧？这个问题，还有吗？因为里面，对呀，你跟我说我现在作业有合格吗？你看刚才你自己看，你觉得你有没有合格？就是最简单一个视频，只是把那个图找出来，然后把那个字体板放进去，然后选颜色。然后那个选那个效果，你们自己给自己打分吧，这样可以吗？然后现在那个效果，还有我你看这个，你看到吗？开始你因为这个说过很多了，我以后这个问题我不会再说，可以吗？如果你们就后面给我那个什么那个作业，这个你没改好，我都发给你们改。好的，所以这个我不说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个那个什么效果是吧？如果你看那个，金豆看这个吧，这个在这里，里面那个效果，你知道吗？那个直连是用它开始，它也选跟正面是用一样的那个效果，然后他觉得。太花时间，然后出来也不是那么好看。然后他问我这个效果，我用什么效果来做？然后我跟他说，你继续找，里面一定能找到你想要那个动画效果。然后他一直找，一直找，然后找出来这个效果。看，你看一下，这个是个效果是吧？你做的时候，你比那个这个效果，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前面好，你看到吗？这个。也是用两个，因为那个动画里面它有两种能显现那个字体变化是吧？颜色变化你看到吧？如果你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效果是正面，它是正面是从它选的，它选什么字体？字体颜色是吧？如果你做这个，我给你看他做那个作业。是吧？对呀，首先那个效果你选也选不对的。好，你看那个正面。花颜轻中多悬殊，善知识啊最根本，是我成就佛法无生大因缘。好，你看到吗？这一刀这里已经结束了，可是你看到这里他还才把什么再颜色再倒一遍，你看到吗？看到了吗？对啊，所以那个颜色你看到就要那个是那个什么效果，可是我们选不对的，那最后你看倒来倒去，它也是很累的。我跟你说，那个字也是很累的。对呀。哦，你看到吗？所以那个里面，如果你用这种效果，你看到吗？字体颜色是吧？如果你用这种效果，你做它，你做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调不好，花很多时间。如果也是那个颜色是吧？然后如果你选那个效果，那个就来吧。你看，如果他选那个笔画效果，做的时候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花时间的。选遍了这个看到吗？哦，对呀，所以我觉得，哎呀，你那个字体跟这里也是很累的，倒来倒去，去来走来走去，可以吗？好，那个作业，我们学过了是吧？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把第一个作业，然后这个第二个这个作业，把它再改一遍吧。虽然是很简单，可是如果你能把它简单，你做成好看，你有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是吧？至少我们学过都以后对你们都是有用的。比如这个效果，你知道啊，用哪个效果了？以后然后颜色是吧？啊，你对你以后你用什么，你都颜色有那个概念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很简单。如果你没有什么，你做什么都是很，你就是很，你花很多时间，可是最后你。达到那个效果没有？可以吗？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就把前面那个作业，因为虽然那个第一个作业正面是说它里面做，它会处理是它会处理什么图，可是里面有很多问题它还没处理好，所以它还是没有合格，可以吗？所以反正你们有时间就把它改过来吧，因为我说了那个作业以后放在我们做那个什么。比如第那个房间第三等结果，我跟你们说这个房间是吧？比如这个房间，给你看一下，也是你看到吧？所有设计都在 PPT 里面做出来的，不是什么很高很你们跟我说要学这么个什么高大上那个软件做的，可是最简单就是 PPT 都能做成这样那个效果，就是里面做的。知道吗？所以你看，如果这个变成一本书，你放到这里面，然后这里也是用 PPT 来设计，你看到那个对什么？对，这个字是吧？也是在里面做的。对啊，所以它其实也是在 PPT 里面做的，没有什么用什么这么什么，就是很高大上的那个软件做的。所以最基础就是。PPT 吧，把它学会，至少你会处理图，然后你会处理视频，你会处理什么？里面的那颜色，因为那个 PPT 里面它能做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好看的视频出来，然后效果也是这样的吧。所以好好把那个 PPT 学会吧，至少你会字体颜色你会调，然后。
里面那个图你会处理，然后你怎么把那个视频里面把它放在 PDD 里面，然后你再处理一遍。等一下我给你看，那个简，不是那个总和，我跟你说，要不然每一个作业你说，我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就一直可以了，那你那个程度的是吧？你那个水平一直留在你的可以那个书法的，你不能把你那个做视频的能力是吧提高的。然后我给你看这个，你看到吗？我也是用这里面做的，看到吗？这个，看到吗？我给你看看一下。也是在里面做的，不是做成其他的那个软件。对呀、啊，你觉得呢？对呀、啊，你看到我明明打开就是什么，就是 PPT 里面那个 PPT 里面格式是吧？所以这个以后我跟你说，以后你要自己做出来这样的那个视频出来。所以每一步你看到吗？我也是把那个我们要学什么一步说这里写好了。一步步你都学好，最后你能把它什么最简单视频，可是你能用在那个 PPT 里面做出来，然后做出来视频就是最好看的。所以我们只说那个 PPT 里面只是用来写几个字，然后上课，其实它有很大的功能的，能做视频最反正。我看过很多他们做的，就是最好看的。对呀，对呀，以后是作业的，反正每一个作业都会一步步来。我们学好一步步那个技术里面的。首先，现在那个字体你看到吗？我一直停在第一个作业，就是为什么？为什么里面那个动画你们都不会调时间，然后接话你们都不会调时间，对吧？然后我一直停在这里，然后。我知道这个你会了，我才说里面你做哪里更好看一下。然后第一步然后第一步学什么？学字体，动画字体是吧？动画效果，然后字体颜色怎么把它调出来是吧？也是一步步来的。反正每一个作业，如果你做的真正做的，你会学到很多的。好的，可以吗？反正这个作业可以过了吗？因为这个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只要你找到那个树，然后把它树把它设计成我给你那个，你那个字体好，我给你看看，我就得我的字体，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还在，我这字体好，可以看一下，你看到吗？这个。哎，我跟你们说，字体我做每一个视频或者每一个什么字幕，字体我是很讲究的，我会选最好看字体把它拿出来的，不是我随便选。如果我什么都随便，最后你们看的没，就是没有达到你们想看那个，觉得它好看的。所以其实每一步我们做的时候，我给你们看吧，做的时候每一点地都要把它什么。把它把握好，然后每一点一滴都要去选择，因为我们能选，为什么我们不选是吧？如果你已经选了，你用心一点点，然后选最好看，把它拿出来，那就不是变成好看了吗？然后你们做，我这样说吧，我说吧，因为如果现在你选字体啊，你觉得这个字体可以了，然后你觉得。里面这么多字体，如果我用花很多时间，我去选字体，那其他我不能做了，是吧？那我觉得太花时间了。如果你们一直这样做，那以后你怎么能有那个耐心？你说很最近难的那个视频，所以你看，耐心也是一点点把它练出来的，然后做好看也是一点点把它练出来的。我做视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可是我做的时候我会一点点来做，我不会，什么？我不会跟着里面啊，他要做快还是要把它什么，就是跳棋的那种感觉，不会的。反正我要做，
其他的我还是抱着专业去了吧。对呀、啊，你看，然后现在我们学过至少几节课了吧？然后里面还有翻书效果是吧？如果还有那个翻书效果，你们自己再看一遍，你们做过那个效果有没有觉得是合格？如果合格了，就我不说了。如果你觉得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改是吧？那把它再改一遍吧，至少什么，比如这个，你看，虽然这个效果看到吗？主要是说它做也是很好看哦，可是你看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改。对啊，如果你一直跟我说啊，我这样，比如你对自己你说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如果你一直这样说可以可以了，你永远就在可以了。对呀、啊，所以如果你对自己没有要求，你不会做成那个视频好看的，我说是真的。因为如果我做那个视频，比如那个字体，我会选，你看到吗？我这里有多少字体，我会看到一遍，然后一遍还是找不到不好看，我继续找，我继续找，找到我觉得它是好看，最好看，我才选它的。我不会随便选，我也不会随便做，我也不会，反正我对我自己吧是有要求的，可是对你们来说就只要你学会就可以，只要你学会里面有什么什么就可以，然后以后你做的你觉得哪里有问题，你想把它改进就改，对呀、啊。所以我说里面所有那个作业，说那个合格都没有，是这样的。反正要说实话，因为你们要学怎么把它做成最简单的，能把它做成好，好看也就可以了。不用那个软件，那个太高大上的那种软件出来，简简单单，其实那个 PPT 里面能做成好看已经足够了，可以吗？好的，所以那里面的作业，如果你们觉得哪里有问题，因为我相信学到现在，你们都有那个审美，有一点点那个概念了，不是以前完全什么都不会是吧？然后做也是做凭感觉，现在至少你上课你知道，里面你需要什么，然后你看你做什么，你要注意什么。如果你想真正做的，先把那个里面那个什么，作业改一遍吧，再改一遍。反正我跟你们说，你们做作业改最多的，反正那个子连就说他改最多也不超过5遍是吧？5遍也是最多的。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作业，我做过至少5遍以上吧，不是10遍，还是20遍以上，不是1遍2遍了。所以每一个作业出来出去，不知道多少遍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学到这个问题吧，然后把里面，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修改的，去把它改过来。你觉得这样可以也是可以，反正那个作业我没有要求你们怎么样的，反正你想把它做好，然后把它学会就做，发给我，我继续看的。反正你看每一个作业你发给我，我都留着，我反正每一个我都会看的。好的，因为我看多，我才知道你哪里不会。如果我不你们都不给，那我就也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也不知道我要教什么，这样吧。好。是的，是的。反正每一个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耐心，真的要需要耐心的。然后你看以后我们会了是吧？我们虽然有耐心，可是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规则，做出来也是不好看，因为每一种格式或者每一种东西，它有它的规则。真的，我说真的，如果你找不到它规则，你也不会运用它的。虽然你也是费花时间，你也是耐心做的，可是你做出来不比人家做好看。好的，那现在我们学到这里吧，我接受分享，谢谢大家。